我们家是郑州最好喝的奶茶。你看我刚才喝的这个表情，你觉得我最喜欢哪一款？这几样都给我来一杯吧，我尝一下。老板竟然说他们家是郑州最好喝的奶茶，那我必须来实测一下呀。尝一下我这个是什么？让姐妹反目成仇。好喝吧，那是我的。我们上面是真的有半个西柚，里面还有好多西柚的这个果肉，特别适合夏天。莫吉托的这个颜值，绿色清清爽爽的，这个是稍微更清爽一点，薄荷的清香，有点口感麻麻的。这款蜂蜜西柚气泡，它里面是没有糖的，一个渐变的一个颜色。嗯，我吸到了好多这个西柚的果肉啊。半个西柚比的话，这个是稍微偏酸一点点的口感。看我刚才喝的这个表情，你觉得我最喜欢哪一款？觉得你最喜欢白色的吗？莫吉托。答对了，感觉喝一口上头。来喝气泡水的话，可以尝一下这款，真的特别清爽，好好看啊。打了一层碧根果碎，茶底呢是一个茉莉绿茶，必须要先来一口奶油顶。这个奶茶真的喝起来特别清爽，之前喝的那些奶茶觉得越喝越腻，可以边吃上边这个奶油顶，然后边吸下边这个奶茶。哇，我怎么觉得这款更好喝啊？茶底的话是一个高山乌龙茶，这个真的喝着能上瘾，越喝越好喝，好香啊这个口味。樱桃我比较喜欢这一款，是更加清爽一点的。我喜欢喝甜一点的宝宝可以选这款浮花，它上面这个奶油顶也特别好吃。